夏天快要过去了，你有变成合格的大人吗？如果把功课按时做完，就是乖小孩的话，那合格的大人就是把工作做完吗？天气那么热，还在外面跑来跑去，整个夏天好像就只有我那么无聊。听朋友说，站在高处就能听到更多的声音。是啦，可是太阳那么高，他会不会觉得很吵？我的夏天是风扇、冷饮，还有发呆的日子。我好像已经开始怀念他了，想一直活在夏天，想做个不合格的大人。